你敢信吗？我竟然穿越成了最后一位人皇商纣王。地心，接受你的宿命吧，天道不可违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纣王的宿命由我来打破。天欲灭我大商，我必逆天而行，捅破这天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瞬间，一股庞大的记忆涌入了我的脑海。大王，大王。谁啊？叫个毛线啊！大王，冀州侯苏虎护送女儿苏妲己在殿外等候，是否宣他进来？我竟然穿越成了史上第二昏君，那个提了首尸就被毁了江山的商纣王，我太冤了呀！现在妲己都送来了，这妥妥的已经在挖皇宫提完尸了，那么我还有救吗？大王，是否迅速护携妲己上殿？系统激活中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